Hello， 大家好，想要刮这一张金骰子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有5次的中奖机会哦。然后头奖奖金是50万元，超过18万个5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46号，号码是00005304600005306。希望这号码可以中大奖。玩法说明简单哦，等于局中裸明的骰子点数大于对手骰子，记得改局奖金，不可跨局兑奖。我们有5局，1、2、3、4、5，您的骰子，对手骰子，这里是奖金。好，马上来开锅吧。先来刮出第一局，您的骰子是几号？几点啊？不是几号，来，2点。对手4点。哇，奖金50000元呢。再来，第二局3点。对手是5点，对手又赢了100元，连100元都不给我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来，再来，先看金额好了，50000元，我这个赢了。来看对手的，对手6点，好像6点最大的哦，不可能有7点嘛，所以没错，对手又赢了。来看一下第四局，对，500元。对手是5点，我有没有可能6点呢、啊？6点几率太低了，没中。好，来看最后一局吧，第五局，1点，哎、欸，太过分了，1点，对手可能0点吗？这张乌龟了啦，真是的，对手是4点呐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也很夸张哎，怎么会设计1点呢、啊？对不对？这4点设计个3点，至少你还让你觉得有点机会，直接设计1点，就直接宣告这张乌龟了，第五局根本就挂一半，就不用挂了。对不对？来看一下他乌龟在哪，乌龟代码在哪里？哎，这里有个 N， 本来想说 N 不是 HUN， 所以就不是什么 OEN， 这里有个 O 嘛 ，EN 啊，随便啦、啊，就乌龟就乌龟了，金骰子变成金乌龟了啦，真是的没意思。那没关系，做公益咯，好玩就好啦。这个游戏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当然如果中奖就更好玩的啦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金骰子刮刮乐尾数46号宣告杠估，做了100块的公益，那请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